两个小朋友的爸爸。我是击剑运动员孙伟，来自江苏。孙伟在自己的第一次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摘得男子佩剑团体和个人两枚铜牌。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彪彪彪！什么东西？碧婷，这是我们节目组为你和郭爸爸准备的一个时光绘本，在之后的节目里面，你们也会用它来记录相处的美好时光。好精致哦。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往后余生，你能真正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还有多少？假设父母今年50岁，你一年待在家里5天，那么在父母80岁之前，能陪伴父母的只有150天，3600个小时。除去睡觉、上网、应酬、约会，真正陪伴如果不是这道心酸的计算题，可能你还没意识到，你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已经寥寥无几。此时此刻的你在做着什么？有多久没回家了？给父母的爱，有时候我出去忙，回到家也晚，然后就感觉到很多天没有看到父母这样，因为我就会见不到他们嘛，他们早起早睡，很觉得哎，好像会担心。上次我见我妈就是半年以前了，自己从小就离开父母，一直到现在，其实每年训练啊，包括很长时间回不了家，心里就想着自己，赶快打拼，能够出人头地，想更优秀。但是恰恰忽略了就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前两年我很想在外面打拼，可能为了事业忽略了爸爸妈妈。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爸爸妈妈，不管他们年轻还是老。接下来，你将拥有人生中额外和父母亲密相处的10天时间。请于明天上午10点抵达时光美术，和他们共同开启10天的美好时光。美好时光，美好时光。像我之前的话，可能在家也就1-2天，出去吃饭睡觉，真的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所以10天对我来说真的是很珍贵，而且很长。我很期待跟他在一起，所有的点点滴滴。所以就很期待看他认识新朋友，然后他平时在外怎么跟人家相处，就会蛮好奇，很想见识一下。希望就是每一次跟他相处，每一天那种陪伴是，是很有意义，很有质量的。接下来10天，我希望跟我妈妈独处，然后看看她现在的真正的心理状况是什么。其实他们真的就跟你去哪儿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只要你在她身边她就开心，干嘛他们都觉得开心，只要你在，我觉得就是陪伴。
Let's go. 您好，哈佛。请说指令。导航到时光美术。出发前往时光美术，全程25公里，预计行驶18分钟。耶，成功了！我要跟他玩。你好，阿福。请说指令。我要听林采欣的《可乐》。正在搜索林采欣的《可乐》。真的可以耶。我要跟他玩。你好，阿福。你好，阿福。你好，哈佛。你好，哈佛。真的可以跟这车子玩很久。好，应该是按电铃。Hello， 郭碧婷，欢迎来到时光美术。嗨，你好。现在想进入别墅，你必须要回答对一个关于你爸爸的问题。你准备好了吗？什么？好呀，来啊。郭爸爸在他最喜欢的游戏里面，角色的名字叫什么？你这不为难我吗？我不知道呀。除了你们的家乡之外，爸爸最喜欢的城市是哪里？哇天啊，我不知道哎。第三题。那你知道爸爸平常在吃饭的时候有什么忌口吗？他不吃鱼。恭喜你回答正确，欢迎你入住时光美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真的要爬进去。Hello， 向佐你好，请问妈妈即将要开的一家咖啡店的名字是什么？我爸爸。回答正确，欢迎入住时光美术。谢谢。其实我猜到是因为他们很爱那个家里的狗狗，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咖啡店叫欧爸爸。请问你妈妈最近参加的合唱团最近练习的一首歌叫什么？这种问题怎么可能答得上来？你太难了。妈妈最近最喜欢听哪个男艺人的歌？刘维，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妈妈最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红色。对不起，你要自己想办法进入时光美术喽。我最近合唱团练的首歌是《祖国慈祥的母亲》。我最近听胡文阁唱京剧的。我最喜欢黑白衣服，但是今年是我本命年，然后我又买了一些红色的。你妈妈最近参加的合唱团练了一首歌是什么？最美的时光。回答错误。妈妈最近最喜欢哪个男艺人的歌？刘维哥。最后一道题，妈妈最近发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别人结婚的小 VCR。 恭喜你回答正确，欢迎入住时光美术。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哇，这个我不记得哎。你知道爸爸最喜欢的篮球运动员是谁吗？乔丹吗？恭喜你回答正确，欢迎入住时光美术。欢迎欢迎。哇 ，Hello， 你好。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坐在这儿我还不太紧张，但一会儿要是爸妈来了，我会有点害怕。我蛮想认识你们的父母亲的。我也蛮期待的。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这样在一起，然后带家人一起来参加。我还蛮期待的，因为好久没见我妈。哇哦。哎。欢迎进入三九胃泰最美的时光。
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冠名播出，胃不舒服就用三九胃泰，胃暖暖的。哎，谁的父母的视频会先放？哎，台北哦，台北啊，你的家？我吗？我爸。哇，你爸一看家，你年轻又帅哥。是他很帅。他在做什么？打电动。很时髦哎。所以你家有几只狗，几只猫？好像有二十几只狗吧。二十几只？对啊，二十几只啊。哇，很多哦。他做饭很厉害哈、哦。是我爸很会做菜、哦。有吃的了今天。今天很像你爸。是吗？像哈、哦。对，因为轮廓很像。那我今天要帮你检查一下你的牙齿哦，因为要跟碧婷上节目，要给她面子，因为牙齿很难看。哇，这么快，哦、徐州了，我家我家、嗯。哇，思明吃饭吧，你吃完饭也去上班。嗯啊，这是我哥哥。你感觉一家都好高啊。对，我妈妈1.7米啊，好高。所以感谢他给我生了大长腿。哇，这是我们家孙伟这几年来拿的奖牌，这一块是亚运会的一个奖牌。嗯，还有在墙上的照片是参加奥运会时候拍的大合影，这一张是孙伟。这是孙伟小时候拍的。哇，你小时候给他拍的照片。这是女装吗？对，小时候家长很喜欢给男生换女装，真的。孙伟小时候就是在这训练的，从他进了省队，就是我有时间的话也经常过来看看。送他来的时候吧，也没想到叫他发展有多好，就是说叫他强壮一下身体。没想到他今天有这样成绩，我。也特别的感到骄傲，有时候想到时候就过来看一下他们的练习，想到孙伟小时候。哇，自从训练就基本上见不到家里人了，所以刚才看到我妈跟我哥在一起吃饭，我就想着好久没跟他们团聚了。因为我很少能回家，上次我见我妈就是半年以前了，而且那次也是就很短暂的相见嘛，然后其余的时间之前也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妈妈了。公园天气小雨，不会是我妈吧？天哪，完了，你们都好温馨，我妈妈这肯定一点，我妈妈这个肯定不是走温馨路线的。你妈喜欢红色吧？对啊，我也说我妈喜欢红色，他们说我妈不喜欢红色。你看最喜欢的男歌手是谁？是我的哥。儿子，你干嘛呢？咋又不理我了，儿子？妈妈今天特别想你。啊，我老没回他，老不爱回，不是不爱回。我其实平常回家的次数真的非常少，要么就半年一次，有的时候甚至于一年一次，就是因为工作也没有时间经常回去。对，这个背影是我爸，怎么会在上海？他很喜欢去旅游。哇，酷！也太帅了吧！好帅啊，爸爸！他
老，强大的基因啊！哎，没露脸，我还以为年轻人。没有，他已经72岁了。这不像72。不是你爸爸穿着很洋气。心仪。哎呀。Yes, mate。阿公很想你们哎，想阿公吗？你知道吗？他们到这个年纪，他们就喜欢就是跟孙子玩，因为很可爱嘛，小朋友。哦，对呀，你要乖乖哦。OK，拜拜。拜拜。Bye。Good night。Good night。OK， 拜。呀，乖。他每次很晚睡的，2点才睡的。两，他很晚睡，他睡眠不好，跟我一样。因为我妈妈已经离开了，因为癌症，对，所以他就比较孤单一点，对。其实我们三个小孩都担心，对，可是又不敢问他说，哎，爸妈妈不在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没有不知道怎么样去问他，对，嗯。他一个人，我觉得是孤单的。哦，香港。哦。喂，宝贝啊，我现在你到公司了吗？对，2点半约了建筑师开会。好。没有。嗯，待会见。哇，幸福的笑容。其实看起来应该也是还是很好相处的。这是什么歌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赌神的歌。哇！气场出来了，气场出来了，好不好 ？The lighting that we used last time。所以阿姨工作的时候，你会去没事去看看她吗？会。拜，周末愉快。喂，勇哥，怎么你们到了高雄怎么样？很好噻，一切的顺利。点赞你每一条微博哎，我妈都不会。吃东西怎么样？反正她很开心，你飞机没有误点嘛，对不对？就。晚上晚机回来是不是？嗯，好，反正你别告诉他，反正我问他的事情。嗯，那就麻烦你了，好好看着他哈，谢谢，拜。突然很感动，哎呦，没想到要哭的妈呀！突然真的很感动，我不知道他爸他们拍了啥。嗯、是那一段他给你经纪人打电话，然后都没有告诉你。他每天都不问我，我以为他很放心，结果他每天在问。家里睡觉前那段不一，就我想象不到的，我以为他就很放心的让我出去闯，然后。其实那刹那我真的非常不知道该干嘛。反正我看完这个 VCR 不太怕你妈了。对啊，会觉得你妈会井井有条，然后我们会觉得有人照顾我们了。我们的父母都不用来了。对对对，你妈妈来了我们就已经够了。哎，有人敲门啊，好像啊，会不会是他们啊？是他们来了吗？真的吗？啊，来来来，这是送你的礼物，好，谢谢谢谢谢谢。哦，给我们什么啊？狼牌特区，这里面应该是酒。这是时光别墅送给各位的礼物，狼牌特区，来自四川浓香正宗。有父母喝酒吗？
你爸爸喝酒吗？爸喝。嗯，我妈喝。主要是有的时候佳节就是活动，庆对了，庆祝要有那个气氛。对，来干杯。没错，没错。对，先把它放好。又有人敲门了。哎，我看，我看，我看。Hello， Hello， 妈好 ，Hello， 你好 ，Hello， 初次见面，学姐，哎，您好，你好，我是这一次我们时光美术的主理人，我是王珏，初次见面，请多关照。那当然我不能空手而来啊，带了一份沉甸甸的大礼，来，碧婷打开看看是什么。好的。哇，十万级国民神车。哈弗 SUV 车模一套，盒子里还有一个我们的任务卡，谁来揭晓一下？好，我来吧。请各位到户外准备迎接自己的父母。哇！哇！哇！要来了，要来了！好，出发，我们一起去到户外迎接父母，走。哇，好隆重哦，这个哇，哇，这是好像结婚啊！真的耶，这是你的场景，最美的时光，婚庆盛典，当当当当，来，当当当当当，新娘在哪？新娘这边，这边新娘在这儿，不愿意。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时光美术的门口，要赶紧迎接我们即将要到达的父母了。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待会儿你们要选择一束鲜花去送给他们。在父母到达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三个关键词，你们来判断一下会不会是自己的父母。如果说你觉得是的话，就拿着鲜花走到我们的汽车门口迎接你的父母。到底是谁呀？来了，来了。一旦你做出选择之后，这个花一定要送出去，不管你打开车门之后这个人是不是你的。你爸爸喜欢花吗？还不错。他也喜欢花，那你先挑吧。我爸不懂花。我妈喜欢紫色。我都选紫色了。哎呀，这个吧。我妈喜欢粉红色。你先啊，你选这个。你要送妈妈对不对？对。那我觉得你这个好了吧。这个女比较像女孩的，那我就拿这个。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一组父母马上就要出现了，那究竟是谁呢？那三个关键词大家听好了，一个是台湾，好，篮球，宠物。哎，你爸打篮球吗？宠物，他打篮球啊。宠物，你家有宠物吗？有养啊，有养啊。那我们三个啊，第一个就是我爸，不会吧？我爸也打篮球哎。宠物呢？也有啊。啊，哇，这个好难选。那你们三个肯定是其中一个。对。哦，来了来了，好紧张哦。到底是谁啊？他坐着我们十万级国民神车哈弗 H6 来到了现场。到底谁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谁要上？我们可以一起上啊！假如我们真的觉得，那等一下会有没有那个无所谓啊，一起上吧。那等一下我爸没花怎么办？老板说，真的假的？那一会儿你们家里人没有花了 ？OK OK， 那我们要站在这边吗？是，好紧张哦。到底是谁啊？好紧张。阿姨你好，花送给你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摆也太漂亮了。你好，你好。哎呀，我爸好可怜。玩弄错了吧？哎呀，我爸可怜啊。欢迎欢迎欢迎，阿姨好。阿姨好，篮球跟阿姨有什么样的关联吗？我妈妈小时候是篮球队队长。你妈妈队长？对。真的假的？我打篮球。哇塞，一点也看不出来。那吴尊呢，第一次选择就送错了，待会儿爸爸出现的时候就没有花了。没关系，就给他一个拥抱。没关系，还给你，还给你。还给你还是送？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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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游戏规则。来，阿姨你我借给你。借给我 OK。 第二组啊，要上场的这个家长是谁呢？他同样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唐僧，唐僧，第二个是养生，第三个是颜值。总之是女生，不会是我们了。对，我觉得应该是妈妈。妈妈，我觉得是你妈妈。我妈妈吗？你妈妈养生吗？我妈养生，我妈很喜欢养生，而逼我养生，天天给我发一些那个养生的短文。哦，我妈也是，我妈也很养生。哦，来了来了。她坐着我们红色的十万级国民神车哈弗 H6 来到了现场。走啊，再继续啊，走，我们要一起来。那我就没了。没关系，我再借给你吧。我觉得唐僧这一点要好好想一下。我觉得有可能他本人是唐僧，会说话，会说话。我觉得，我也有可能会说话，会说话。唐僧一定是你爸爸，为什么你知道吗？唐僧周游四海，很喜欢去各地去取经，对不对？哇，一定是你爸爸。尊哥要不要跟我一起？颜值、你爸好帅啊。走啊走走走啊走，一起。我跟你讲，绝对我觉得，哇，我觉得有可能是父亲，但是红车我又觉得是母亲。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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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输了。我说吴尊你又被骗了。吴尊你又被骗去了。哇，是孙伟的妈妈。我妈妈。哇，哎呀，对不起啊，误导了你。这个送给你的阿姨，祝你好人一生平安，永远健康。谢谢阿姨。我真的太尴尬了，我两次都输了。5次，我要送5次。哇，阿姨你好，阿姨你好，阿姨好，阿姨都已经抱不过来了。阿姨，来，我们帮你，我也帮你抱一次来。阿姨，帮你抱一束吧，阿姨。啊，行，好，谢谢。来，阿姨，我帮你抱一束。谢谢，分享一下啊。就是我理解的唐僧，可能就是平时我妈喜欢，打电话跟我说你要这个季节吃什么。十几年下来，我觉得我一直在训练嘛，她每次打电话都跟我说这些，怕我吃不好，穿不好。因为她特别瘦，我始终关心着她的身体。刚才听那个孙伟说，有半年都没有跟你见面了。是啊。对。上次还是。他那一天还是路过，我们在一起简单吃个饭。刘维，你怎么选错了呢？我觉得你对你妈妈很了解。因为我红车嘛，你看我妈开场穿着红衣服，而且红车一看就是母亲来坐的车。人家被骗，你很容易被骗。这个怎么样，我都不出去了。那接下来还有三个关键词很特别，一个是永动机。永动机是什么意思啊？永远运动，在运动的机器啊，一定是吴尊。我感觉是礼拜。对，又是吴尊。你们老哄他，他想要出去5次送花了。
好，第二个天使的翅膀，飞到各个城市、国家啊。OK。第三个关键词是厨房黑洞。哦，不会做饭啊、是你爸爸？好像是哦，我爸不会做。哎呦，那你爸不可能啊。对啊，这回肯定是，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是吧？是吧？应该是，是吧？应该是，对，我一定赢了，我一定赢了，我一定赢了，哇，帅耶！哇，对不对？爸，哎，很感意外，很感意外。来，我终于赢了。哎呀，从来没有送花给过爸爸，终于让我猜对了。反正非常惊讶，非常兴奋。哎，这是好像第一次他用鲜花迎接我。哎，叔叔你好。啊，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叔叔好，欢迎叔叔。叔叔，你知道吗？吴尊前两次都选错家长了。是哦，对啊，这花都是两个人捡。那有默契哦，有默契、啊，太没默契。接下来分别呢，这两组的这个关键词是管家、耿直、宅。你爸宅吗？很宅啊。管家是管家，他做饭，对不对啊？肯定是你爸爸。第五组呢是小公主，然后爽朗、多才多艺。那肯定我妈了。反正我已经看出来了，男士的车都是蓝色的，女士的车都是红色的。来的是红色的车就是我妈，蓝色的车就是他爸。可是我刚刚是蓝色的。对。啊，是蓝色的吗？女强人。那我俩一起吗？走吧，走吧，好紧张啊！天哪，我们俩走在婚姻的殿堂。爸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呀，妈妈，哎呀，耶，来了来了，我的妈妈，耶，猜对猜对，好开心啊！爸爸给你，嗨，不客气，第一次说话哈、哦。呀，哎呀，哎呀，哎呀，来、哎、给你花。哎呦天哪，你猜对了啊！我有一点就是被我妈惊艳到，戴上那个墨镜，然后穿上那个小灰色的小西装，有一种新妈妈的感觉。儿子，哎，啵一下。帅，真帅！哎呀，帅，真帅！我是你儿子。刚才还捏着一把汗，好想着他别选错了。我想选错也没有事，反正儿子多点没问题。闺女，闺女还没闺女呢，啊，多个女儿更好。那还有碧婷，碧婷爸爸，欢迎郭爸爸，欢迎。因为爸爸其实平时太宅，没什么太去外面认识朋友，就很希望这次大家可以跟爸爸做做朋友。好，那欢迎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先入座吧。泽泽泽泽泽泽，那我们就坐这边吧。你坐那，你坐这。好的，欢迎各位爸爸妈妈来到我们的时光美术，欢迎。我相信大家其实在很多的场合都有介绍过自己的同事啊、朋友啊，包括是自己的领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某些场合介绍过自己的父母。算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大家洗耳恭听这样介绍自己的母亲吧。比我打比赛还紧张。我也非常的紧张，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我觉得我蛮了解我爸的。谁先来呢？错的次数最多的是吗？谁要上？我们可以一起上啊！啊，我输了啊！我又输了！哎呀，我爸好可怜。
我做最多。吴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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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紧张不？等一下会轮到你的。我觉得我爸爸他是一个，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小叮当。我爸爸他就是非常的用心的去，给我们好的生活，对我们小朋友很非凡自我，他会很自由的让我们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脾气非常好，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就是大声的跟人家吵架，甚至是骂我们，也没有打过我一次，应该没有打过我一次吧？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从来不会打孩子。对，没有没有没有打过我。对，这就是我的爸爸。嗯，是爸爸，暖爸爸，真好。我从小被我妈打到大呀，我妈打我很狠，我很狠。我尊好厉害，很会讲，到时轮到你，你也是先讲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向佐跟我们介绍一下妈妈，好不好？好。向佐是学武功的啦。他爸爸本来就是武功底的。哦。突然好紧，好，突然紧张起来了，好紧张啊！聊天呗，当聊天呗。我觉得他很像猫头鹰，猫头鹰。没有，我先分开三个字，猫头鹰。猫很有灵性。他也生命力很强，他帮我爸爸还有我们家一直打拼到现在，很幸福。然后他也是个女强人，外面看到的。然后呢，头，大家看到我头很大，也是遗传他的。所以他很聪明，所以呢，这个头鹰呢就是他的眼睛，他还没摘眼睛，但他眼睛特别的大，特别的敏锐，特别的，我觉得很漂亮。三姐让我看一看，漂亮眼睛。还有，我经常感觉我站在后面，他知道我在干嘛。因为猫头鹰的头可以360度的转的，不睡觉的。所以我觉得猫头鹰就很像我妈妈，这个是我对妈妈的了解。妈妈是流泪了。不是不是不是。感动了也不讲，阳光。他说猫头鹰，我就觉得猫头鹰是不是讲我夜猫子？本来想删他，结果听他解释，哎，那也蛮对的。可是当然没有全面了，他只是觉得把我的强项讲出来。他几十年来已经为我们家打拼了好辛苦了，也老是不注意他的休息，所以我希望他多睡觉多休息。接下来呢，丽婷来介绍一下爸爸。来，请。我爸爸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因为大家都看过他年轻的照片。是不是有点太帅了？对，很帅，很帅，超级帅。对啊，他就帅到不行。
帅哥都在那里，你讲我。夸大其词啊，没那么严重，我自己不认为说有多帅啊，他那是年轻过去式了。开始生儿育女之后，他就变得很宅，就已经就是不再是那个照片上的样子。可是那时候他的转变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完美的男人形象，因为他懂得顾家，然后每天都为我煮好吃的饭。我每天会总有种幸福感，就是吃到我爸煮的饭，是会让你觉得一直在发胖也觉得很幸福的那种感觉。小时候大家不是都常常会看漫画或小说都会说要嫁给爸爸，我小时候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愚蠢，但我长大后是的确有这种感觉，如果真的要嫁人一定要选我爸这种类型，又会做饭又会顾家又宅又很会打游戏超强。这就是我爸啦。 OK。 我特别想问问叔叔，玩游戏是为了避停还是本身自己就很爱玩游戏？我怕老人痴呆，所以我要动动脑。不是，跟他没关系，他从小就玩游戏。我有记忆来，就是那时候刚开始有电脑的桌机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在疯狂的那种状态。哎，知道我爱玩就好，讲出来。因为你有时候小，你很习惯父母照顾你，你很习惯，你会把这些当做一切的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好像没有去想过说父母为什么要这么对你付出，父母为什么要这么样对你好。可是你长大后，你突然有一天，你开始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嗯，我当然像我爸这样的男人，因为他就是一个标杆嘛，他可以包容你，可以接受你，然后可以做饭给你吃，我会觉得这样很幸福啊，对啊。勉强混过去了。啊，太好了，终于想混过去。放心，我也会搞笑的。加油。我是冷面笑匠，我是冷面笑匠。有请思伟和妈妈。妈妈个高，儿子个也高。哎呦，这比我打比赛还紧张，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很感谢我妈把我生了一双大长腿，所以现在外面人叫我腿哥嘛，所以这个是我的妈妈腿一。真是。而且她平时很爱养生，我每一次晚上超过7点钟吃晚饭的时候，她总会说不能这么晚吃晚饭，一定要6点钟吃晚饭，然后告诉我9点钟要上床休息。感觉很谨慎，你要手都握成这样。紧张。也紧张。因为我不是很紧张，都这么老了，没什么好紧张。豁出去了。他会自己做一些，自己觉得很补的东西给我。有一次我确实没有吃下去。希望他能多吃点，就是胖一点，因为他训练比较辛苦嘛，体力就是。稍微偏瘦一点，现在变壮了。我现在跟着两位哥哥，以后准备天天健身呢。对，多吃点，早休息。那这样呢？可是不要8点半、9点就休息就行。阿姨会不会做菜啊？谢谢。我妈特别会做菜。真的，我喜欢吃养生的。我爸煮的好油。行，好的，有机会跟你比的。我跟妈妈。我和大家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就是我儿时就是小的时候对我妈妈的印象可能都比较严厉，因为我妈妈从小特别爱打我。妈，对不起。我要纠正一下。他说我老打他，这个不确切哈，偶尔打过，不能说老打哈。再说了，如果我对你不严，你也不会今天这么出息啊。其实我挺后悔，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他要不听话的时候，有的时候说不明白，可能就比量一下，也不会说你怎么会去打什么的。但是我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可能是让他那个拿这事儿挺当回事儿的。其实他们都是能听懂的，可以跟他们讲道理。我作为一个艺人，有一次跟公司可能一直都特别不好，然后一直没有成功，也一直没有出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很想放弃的，当时。为了离开这个公司，可能我需要赔钱，赔100万。然后虽然说这个钱对于我来讲，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关键，我根本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我妈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钱。那个时候我妈特别坚强地拉住我的手，就跟我说，你一定能成功，你是有才华的，
妈妈相信你。后来我妈就把那个我鞍山家里的房子给卖了，然后凑的钱，然后把车的钱全卖了，然后还四处借钱帮我赔了这100万，然后才有了今天就是站在这的我。谢谢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这是我在别的节目上可能都没有说过的，然后谢谢妈妈，谢谢。其实我就是有感而发吧，就是觉得想把那些真实的就是内心的状态讲出来。像今天这样介绍确实是第一次，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来介绍我。其实我儿子真的特别孝顺。我妈妈在临上台的时候跟我说她想为大家表演一首歌曲。我没说我没说你说了，我妈说想给大家表演一首戏曲，因为她最近在练唱戏。对，刚学的。对，刚学的，想为大家表演一下，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热烈的掌声。哎呦，我天哪！刚才我们的五组家庭哈，子女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父母，但是在父母心目当中，他们的描述是否准确呢？接下来这个权利就交给我们的每一位父母，要为孩子刚才的这个讲述来打分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打分板，满分是100分，不要偏袒自己的孩子哦。我是一定偏的，我是一定偏的。由心而发，对，由心而发。那完了，他在犹豫要给几分。这人家觉得你一定有鬼，好不好？没有什么老大名，啥时候老大名不能说。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吧，先是吴尊爸爸吧，请亮分。89分啊，不错不错。其实他很了解我，我呢非常非常照顾家庭。他有说了，可是不全面，就的小数多。OK， 我自己觉得89分我已经很满意了。好，谢谢谢谢吴爸爸。接下来是我们的向佐妈妈，请亮分。哇，888分！天哪，也太偏向向佐。本来给他999，这边不行，要加一个8.88分。我不敢，我不敢，我怕他打我。本来给他1000分的，结果他很多事情没讲，好比说他，他很会煮饭了，其实。对，那四川菜、上海菜、台湾菜、广东菜，我都会。哇，我们有福了。耶，好厉害，好厉害。对。碧婷爸爸，我比他高。我是一定偏的，999。没有，我有个点，我有个点。爸爸，这个0.1是为什么会扣掉？泄露我的秘密啊！说从小就爱玩游戏，我要讲出来。给99.9，因为他很了解我，他知道我喜欢吃宵夜，每次都先打电话，要帮你买什么，然后就装起来了。其实我不在意他的身材，他其实想吃的一个肥嘟嘟也可以，只是今天我们会觉得，健康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健康为主。孙伟妈妈。
哇，妈妈好严格，我看到这个分数85分。我做那个龟盐膏吧，就是希望就是把他身体调养一下，就是这一点的话他没认可，妈妈心里就是有点伤心吧。其实妈妈，我想说，其实我知道你很辛苦，就是我妈不太善于表达，所以就像我拿冠军之后，她都不会说你儿子你很棒，她一般都是说对，说你要保持啊，继续努力，对。但是我会说一些鼓励的话。啊，怕你骄傲。哎，怕她骄傲，对，哎，对，这样很好。所以这个十五分是希望她能够把那个桂圆糕吃了。接下来我们的刘维妈妈。算了吗？就这样，我来说。三九问泰提示您：最美的时光，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三九问泰冠名播出。胃不舒服就用三九问泰，胃暖暖的。本节目由全新哈弗 H 六特约播出，更强动力，更加省油的10万级国民神车。本节目指定用酒，朗牌特区，朗克赠亲朋，酒美情意浓，朗牌特区来自四川，浓香正宗。本节目由 Galaxy A 九 S 指定赞助播出，三星首款后置四摄，颠覆你世界。登录荔枝网或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更多独家后场花絮等你发现。接下来我们的刘维妈妈。算了吗？就这样，我来说。不是，我之前是80，妈妈打了多少分？80，后来他说我分最低呀，我都底下就下个圈了。我就是生他老师说我老打的这个事儿，我就生气了，然后我就算了，就给他80分。他说妈妈我分太少了吧，我说那就从下边怼个零，怼个零就变88，就这样了。就这样，很可爱，怼个零。算了妈，就80分吧。那就把这圈看一看。如你所愿，80。你们两个真搞笑。你儿子最低分了。好惭愧啊。是最低分了。哦，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欢迎仪式到这里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我们要有请各位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时光美术，来，有请各位正式入住。啊，天哪，好漂亮。对啊，那些树都长得特好。好期待哦。来，欢迎大家，看看你们的家。现在没老，老了时候来这边，退休的时候来这边住。随便住。回家了。家的感觉。在这里要正式的欢迎大家入住我们的时光美术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就要去选择自己的房间，我们会有5个不同类型的房间的。你不要选我隔壁啊。啊，我没有，不会的，啊，怕你太吵。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是父母和孩子是要分开来进行选择这个房间的，最后来看你们的这个匹配度是不是一致的。如果说是一致的，就可以成功入住这个房间。最开始我们要先请孩子们上楼上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房间。好，哦，好。但是你们参观完之后下来不能跟父母交流啊。我们先从哪一个开始？从这边看吧。从这里吧。这里。这个是2号房。2号房。这个绝对是两对母子，这个超舒服啊，哎，正好哎，阿姨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不住隔壁，我们住一间。这几号房？4号房间。哦，这个很可爱，这个床很低耶。哎，这个适合带孩子来。我小时候很喜欢低的床。对，啊，其实我蛮喜欢这个房的耶。嗯，这个比较温馨。这个温暖。哦，哇，里面还有。这个好。这个。这个。这就一张床。啊，这个。这就一张床。这个，那你可以一个人睡这里啊？不，我在隔壁。你妈妈应该有意见，我就对着墙。嘿，地下室好像有一个房间留给你的。
这个是蛮好的，可以。这个是蛮好的。走 T 台。这个我可以练功夫。这个我可以练击剑。可是只有四个房间嘛？五个，五个。有五个吗？还有一个在哪？我们去找一找。一号、二号、三号。只有四个吗？还有一个房间在哪呢？啊？哪里有五个房啊？哪里有五个房啊？难道洗手间是个房吗？少一个房间呢？哪里有五个房啊？还有一个房间在哪呢？这香准妈妈性格像东北人，咔咔的说话那种感觉。对，哈尔滨的啊，怪不得呢，这南方人哈，真出不来你这种感觉。没有，我台湾出生，台湾长大的。那你血统是那个？嗯。啊，你这个血里骨子里东西真是。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就请这个各位爸爸妈妈上楼去选择你们心仪的房间。如果选中之后，你们就可以在这个房间等待着，看看你们的子女会不会给你选同样的一个房间。好，好。啊，这是一个。啊，这一个。啊，这是又是一个。啊，没，它是整个的。啊。挺大的，这里面挺大的哦。对啊，其实我看完第一间一号房，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这间。那边还有一间，对，里面还有一间。啊，它的地室在外面。对，这两个浴室在外面。我就看这也挺好了。我就选这个嘛，那个有点太大了。我也想好了。那我怎么选呢？剩下四个房，你可以喜欢的房，你还是站进去，不管。哦，不管。哦，你选这边比较大、哦。对。最后面那间。我这个人喜欢偏僻。啊，关起来不理你们了。太大了也不好清理，如果是我家我要打扫我觉得好累，他应该也会跟我一样选四号。你要跟我抢啊，欢迎啊，四号房。我要这间啊。哎，四个房我怎么选呢？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上哪个房间。请问一下，你这个房是几个人住？你们是两对对不对？不是，你要看中的话，你也可以选。你要喜欢这个房间，你也在这房间待着。OK， 然后啊，你要也喜欢这个房间，对呀，我们仨就把门关上。对 ，OK 了，就这样了。你说真是哈，谁的孩子像谁？是啊，真是。你看你儿子跟你也是有点像，你仔细一看，那个这个眼睛什么的特别像，就是年轻大哥也是个帅哥。是啊，你儿子都多帅。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选房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女士优先哈。来，碧婷，你先去。我先挑选了，不好意思喽。我现在文旦要选两张床的。
找谁啊？哇！咦，我猜对，哦。我知道我不喜欢针呢、啊。有双人我们比较适合。对，好险好险，耶、yeah!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默契的问题，是我们俩性格太像，对我们对于选择的一些东西的方向是很相同，这可能跟默契不太一样吧。哇！哎，哇，干妈你好，干妈，我选的是这个，对不起啊，因为是尊重您，但是我想把最好的给我妈妈，我想让妈睡到这儿，没事，干妈。我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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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一直讲吗？我跟他真的有感应。兴奋不得了，孩子们一个人上来的，我就想，我儿子一定能选这个房间。我本来是觉得我妈会选一号房，因为我妈很喜欢和我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一号房对我妈来讲有点太大了，因为我妈还是喜欢比较喜欢温馨的那种，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我妈应该是在二号房。她没来你家？没有，选完了。她选完了？她没选你这。接下来就看看。吴尊哥是不是选的这个房间？到我了，每个人都选好了，我要选哪一间呢？哎呀，随便啦。我来了，二号房，三号房。你们在这里，我爸呢？我爸不在。爸爸回金门了。完了，你儿子听到他在叫了。哎，我爸到底是选哪一间呢？你爸爸也会选双人房？他好像在前面，前面那两间。我很惊讶，为什么只有一对人在里面，然后没看到我爸，然后我就想想说，哎，我爸到底是在哪一个房间？真的是。猜不出来。要恭喜我们有三组家庭已经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房间，那接下来还有两组，我们两组，对，两组家庭还剩下三号房，是你们刚才看到的，在二楼，还有一个非常神秘，没有开的，没有人开的，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房间是五号房。那怎么选呢？谁先选呢？还记得我们刚才在介绍父母的时候有一个打分吗？就是爸爸妈妈给你们打的分。孙伟，还记得你是多少分？85分。吴尊呢？89。所以这个分数高的人有优先选择最后两个房间的权利啦。其实我觉得我都还好，你知道吗？我
我跟我爸讲说我们要录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哦，那种乡下的房间我都 OK 的，我可以的。我觉得不然我们就选刺激一点，选五号房。可以啊，去看一下啊。对啊，那我们就三号，自然三号嘛。OK OK， 没问题。三九问台提示您，最美的时光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冠名播出，胃不舒服就用三九胃泰，胃暖暖的。本节目由全新哈弗 H 六特约播出，更强动力，更加省油的十万级国民神车。本节目指定用酒，狼牌特区，狼客赠亲朋，酒美情意浓，狼牌特区来自四川，浓香正宗。上微博搜索“最美的时光”话题词，观看嘉宾在时光美术的更多隐秘花絮短片。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神秘的五号房究竟是什么样子。哎。哇，哎，这房间可以啊，这房间好温馨啊。我们拍照，好厉害！哇，你这怎么像我印象里的好像？你乖一点，不然你就会被吓死。我又要打你！你在说什么？我听不见。影响的我的那个报孙子。妈妈，这一段有可能播不了。啊。哇！哎呦，好感动。可能不是很好吃，但是他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很高兴自己为妈妈做了一道菜，谢谢妈妈。一定要让自己去面对，然后相信你的儿子可以帮你抵挡一切。我们今天谢谢这些儿女们、孩子们帮我们准备的。挑战？怎么挑战了、啊？哇，那个板怎么样？哎，我不行，我服了，我得考虑考虑。我没问题，那你参加，我们也参加了。慢慢哇，这个红烧肉治愈了，就是快乐。下周五晚十点，江苏卫视与您相约三九胃泰，最美的时光。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冠名播出，胃不舒服就用三九胃泰。本节目由全球销量领先的中国 SUV 哈弗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冠名播出，胃不舒服就用三九胃泰，胃暖暖的。本节目由全新哈弗 H 六特约播出，更强动力，更加省油的十万级国民神车。上今日头条关注最美时光，更多讯息，来更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关注网易号超级 IP 记，看更多最美时光精彩短视频，登录凤凰新闻客户端，获取更多最美的时光有料新闻。感谢三九胃泰、哈弗 SUV、狼牌特区、三星 Galaxy A9S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金蝶云之家移动办公行家，您的智能协同办公小助手。关注江苏卫视百家号，观看精彩内容。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新浪头条、今日头条、搜狐新闻、腾讯新闻、凤凰新闻、 UC 头条、 Zaka 一点资讯了解节目相关信息，同时可以上新浪娱乐、搜狐娱乐、360娱乐、人民网娱乐了解相关新闻。